是吴白，今天又来到华子溪啊。第二个我说这里很多鲫鱼，叫我来试试看。好，试试看吧。饵料就简单的鲫鱼饵跟地瓜粉，还加一点点奶香粉。走了啊。还真的是鲫鱼耶，这鲫鱼啊，这个鲫鱼多。哦，三条都是鲫鱼，爽爽。哦，乌龟，哇塞！啊，也要吃啊！哦，乌龟啊！都是假啦！别再吃啊！乌龟，拜拜。
认知啊，我是阿福，我不要输了。原本以为鲫鱼会大游，结果也没大游。有一条比较大了，小条的，小命鲫，出去，欢迎。受伤，又肥又大的阿福。哦哟，接下来再看吧。